今天呢，给大家解决一个可能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 Google Chrome 的声音变小或者没有声音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。这个方法呢，其实适用于不同的应用程式啊，比方说可能你在打游戏的时候，那个其他的音量是正常的，但是呢只有 打游戏的那个应用程式呢声音比较少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看看我们的音量，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声音是正常的。这个时候当然你要确认你的一个音响装置安装是正确的，还有你是有插入耳机或者你是有连接喇叭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呢需要点喇叭的右键，再点开启音量稳音程式。点这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我们 Google Chrome 的音量呢现在呢是比较少的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音量拉大一点，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听到美丽的 Chrome 歌声。谢谢大家观看这个影片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